大家好，我是刘彦希，很高兴来到这里，谢谢。어제밤에샤오롱바오도먹었고黑糖奶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彦希先生 ，Please welcome Mr.一出场当然要来点尖叫声，全套精品灰黑色羊毛西装搭配乐福鞋，韩星刘演习展现满满绅士感。大家好，我是刘演习，很高兴来到这里，谢谢。怎能少了入境随俗说中文？他九号下午现身松烟，以国际大使身份出席时尚活动，这也是他出道21年来首次在台湾公开活动。어제밤에샤오롱바오도먹고또그흑당밀크티나이나이차나이黑糖奶茶，黑糖奶茶，哦呦，发音非常非常的标准。刘演习透露，距离上次来报道已经是5年前的事，终于能够看到粉丝们，真的很开心。更何况这中间又演出话题韩剧《机智医生生活》。야니들지금부터말한마디도하지마나만말할거야말해말뭐하지말랬냐해뭔데나겨울이만나剧中演活医师安正元，圈粉不少人也难怪。看看现场，大家再往后，请帮我后退啊！谢谢，后退，后退。刘演习及其他嘉宾游行到另一个点，场面挤爆，展现高人气。这回同场活动的还包含宋博伟、乐团庸俗救星法兰黛、啦啦队女神雅韩芷琳，各个展现不同风格，抓住全场眼球。TVBS 新闻的一节交换文讯，台新闻小组台北报道。